很多姐妹都很好奇我跟我婆婆的关系，今天来聊一下。我婆婆呢是东西方文化结合的典型代表，她的消费观价值观都是西式的，她信仰及时行乐，活在当下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她做事呢也非常的有原则，比如她坚决不会手洗婴儿的衣物，但是呢她愿意帮我手洗坐月子的内裤，因为她觉得婴儿的衣服没必要手洗，但是产妇月子里的话尽量不要碰水。我们结婚的时候她就说了，你们结婚摆酒买房生娃，你们全部通通都自己搞定，他们不会出钱的。当时我也没把这句话放在心上。我公公以前是特区的警察，退休金一个月7-8千，两个人的生果金一人3900，香港这边加起来就有15000左右，还有英国那边10000多，加起来20000多。生娃钱呢，我老公每个月还会给他10000块作为家用，甚至工资卡都在他手里的。我们买房的时候首付差了10000块，想跟他们借，结果回复是1分钱都没有。不怕你们笑话，我当时确实是挺意外的。我想我们18线农村的父母都应该有几万的储蓄，你们月入几万的国际大都市父母居然1分钱都没有。后来我得知结婚的酒席、彩礼、黄金等等，全部都是我老公自己给的钱，公婆确实是1分钱没出过。从此呢，我就彻底不考虑公婆出钱出力的问题了，没有期待就会没有失望。靠父母是背景，靠自己才是江山。虽然消费观不同，但是我婆婆的道德修养水准真的很高，她从来不在背后说人的坏话，家人、亲戚、朋友在她眼里都是特别的善良友好的，他对我也确实很好，我所有的优点他都会放大10倍以上。我仅仅是节约一点点，勤奋一点点，在他心里就变得超级持家，超级勤奋，逢人就夸。看到我脱发严重，他就会给我煲各种生发汤、生发豆浆，菜里放糖我不吃，菜里有腥味我不吃，他都会特别注意，尽量做合我胃口的菜。我晚上剪视频，有时候剪到1-2点，白天一大早又要上班，下班回来他会把热饭热菜都给我端手上，有时候我很累往沙发一躺就睡着了，他就会让孩子不要吵，让妈妈休息。他大钱没有，但是小钱不断，只要他在家，生活费不需要我出一分，而时不时的要给我10000-20000，不管我有什么想吃的想要的，他都会尽力的满足我。平心而论，我觉得我婆婆对我真的好过我对她。她对子女无所求无所图，她既能接受媳妇的挑三拣四，也能接受她婆婆的既不出钱又不出力。她格局比我大，包容心比我强，她对我是绝对的向下兼容。她对我好也不是因为我有多好，而是因为她自己本身足够好。我觉得我婆婆活得很潇洒很快乐，最根本的核心在于她从来都不想去改变任何人，因为改变别人才是最痛苦的。